藏香猪真的那么好吗？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。藏香猪非普通的家猪，起源于西藏，曾是历代皇家供肉，彰显了它的尊贵身份。藏香猪是唯一可以放牧形式放养的瘦肉型猪品种，营养价值高于普通家猪，氨基酸最高，微量元素最高，脂肪含量最低，肉质瘦而不柴，香而不腻，具有强心改善血液。